能反抗你的旨意，因为你造的一切及天地和天下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，你是万有的上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在星期一读经一，我们听到的是约纳被召叫、被派遣到尼尼微，他就跑到塔尔所。昨天他在尼尼微开始宣报他们要悔改，那这些尼尼微人他们真的是开始进食悔改。那今天约纳他一看到了约纳尼尼微人他们已经悔改，天主就怜悯了他们，他就生气。他本来渴望天主真的是要惩罚这些人，所以在今天他在生气中就是求死，求天主让他死。那他就到了旷野，在那里就睡觉。那是天主就让一棵树开始长大，就保护了约纳。但是隔天这棵树就死了，尼尼微又约纳又生气了。那天主就是用这个来告诉他，尼尼微人在天主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连一棵树他长了，后来他死了，约纳觉得舍不得，更何况是尼尼微人。天主显示他的慈悲，他的怜悯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，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，求你广施仁慈怜悯，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，赏赐我们在哀悼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约纳先知书。约纳很不高兴，便愤愤不平地恳求上主说，上主，我在故乡时不是就已经想到这事吗？我所以要逃往塔尔西市去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悲宽仁的天主，不轻易发怒，慈悲无量，不愿罚人。上主，现在求你赐我一死，因为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。上主说，你该生气吗？于是约纳出了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他搭了一个凉棚，坐在荫凉下，要看看那城会发生什么事。上主天主安排了一棵蓖麻树，使他长得比约纳高，树荫遮着他的头，
消除他的烦恼。约纳很喜爱那棵树，但是第二天清晨，天主安排了一只虫子咬死了那棵树，树便枯萎了。太阳升起后，天主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，强烈的阳光射在约纳头上，使他无法忍受，于是就求死说：“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。”天主对约纳说：“你对那棵树发怒合理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气得要死了，是合理的。”上主说：“你惋惜那棵树，虽然你没有劳力，也没有使它生长，你还觉得可惜。它不过是一夜之间长大，第二天就死去的植物。对尼尼微这座大城，城里有12万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孩子，和许多动物，难道我就不该怜悯他们吗？”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你是良善慈悲的天主。上主，你是良善慈悲的天主。我的天主，求你怜悯我。上主，我整天呼求你，求你使你的仆人欢喜。上主，我的心灵仰赖你。上主，你是良善慈悲的天主。上主，你实在良善宽仁，以仁慈厚待呼求你的人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细听我的哀告。上主，你是良善慈悲的天主。上主，你创造的万民齐来听从，歌颂赞扬你的名。你伟大无比，施行奇迹，你是独一无二的天主。上主，你是良善慈悲的天主。阿肋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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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肋路亚。你们领受了圣神，使你们做义子，我们因此而呼号阿爸父啊。阿肋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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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你。有一天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祈祷完了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主啊，请交给我们祈祷，就像若翰交给他的门徒一样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也曾宽恕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在我们大平林圣圣堂的网站，有一个短短的一个默想。那这个默想是有关天主经的默想。
我想我们今天就以这个默想，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圣道礼仪的默想。请你不要说，请你不要说，请你不要称他为父。如果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没有显示出子女的态度，你不要称天主为父。如果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你没有显示出你是子女的态度，请你不要说我们，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天主经我们的天父，请你不要说我们。如果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只顾及到你自己，你没有顾及到别人，只有你一个人，不要说我们，就说我是一个知识的一个人。请你不要说你的国来临。如果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只思索世上的事物，不要求天主说求让你的国来临，你的国来临。如果我们每天我们没有想到天主的国，我们只想世上的事。请你不要说愿你的名受显扬。如果你一点也不尊敬他，如果我们对天主一点都不尊敬，我们就不要说愿你的名受显扬。请你不要说愿你的旨意奉行人间。如果你不接受他所给你的重担和痛苦，我们是求天主给我们甜美的，当天主给我们有一些重担有一些痛苦，我们拒绝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说愿你的旨意奉行人间。请你不要说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。如果你不顾及到那些饥饿的人，无家可归的人，无衣可穿的人，请你不要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。如果你心中还存留着对别人的怨恨，不要求天主宽恕我们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宽恕别人，请你不要说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。如果你心中还计划继续犯罪，如果我们还想要继续犯罪，就不要说天主宽恕我，因为我知道等一下我还去犯罪。请你不要说救我们脱免凶恶。如果你和恶势力共舞，请你不要说阿们。如果你还没有认真的去体会到你祈祷的内容，让我们心中继续默想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
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。天主，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。求你把恩师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。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们的天父，天上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你的国来临，你的旨意天上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食粮。
好。